掉了，那还有用，他回家练一下。那我现在先弹一下，然后那个我再写一下谱，他就回家练一下。是比较单纯的啊，就是今天先教一下，主要是一个小力格这样的，那一样 F 调一直摆上去啊。主要是这个，这种叫做，这种就是小 lick。那你们回家只要练一个小 lick， 一直练它，一直练它，对吧？那同样把它同一个小 lick 把它转换到 F， 叫就是每个和弦去这样。你先练一个这个 lick， 练一个 C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可能你左手可能还配不上去哦，你先练右手。右手练完以后再练左手比较困难，这个配上去还真的还困难，就是这个是 shuffle 的拍子哦，这样的，左手这样啊，左手是这两个音哦，哆跟嗦，嗦嗦啦啦滴滴啦啦嗦嗦，这样一直弹，这个后面就这样，我就不写了。总共十二小节，大家不要搞乱掉了。这个是左手贝斯啊，所以说四小节这样。那和弦进行叫 C 四小节。F 两小节 ，C 两小节 ，G F C C， 总共十二小节。这是蓝调里面最基本的 form， 只要练这个就好了。先练左手，然后再左手先右手会，然后最后才配左手。那左手配这个还真难啊，所以是蛮困难的。那你们现在练右手先练一下，这样。那我再示范一遍了。就是对对对，就是拟音就对了。然后我上面加一个嗦啊，嗦，我也加了嗦和弦嗦啊，我没有写就对了。这首写在哪里？啊，咪哆，我前面加个嗦的音啊，发和弦的时候不是发音的时候，我加个拉的音就对了。所以我谱是写咪咪哆发哆咪哆发哆咪咪哆嗦发，是不是这样写？怎么样？那你们回家就不拍好了，回家就要 K 它。关键 C 就够了。当你很熟以后啊，
F 啊 ，F 的话加这个 B 降 B 和弦，那回到 C， 啊 G 和弦。你们反正慢慢的，就我准备 Lix 慢慢教你们，然后你们回家就练一下子，先练 C 啊，这样子我写在上面就这样子，降 B F F， 又回到 C， 回到 G 啊，一小节。看得懂吗？